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啊！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啊！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午安。真欢喜，咱这期的。有过遐济人来参加，真感谢啦！因为咱伫咧接近七情的时阵，愈来会愈无闲，咱毋知会了解未？是毋是今仔日？咱第一个教室五楼那边在办什么？大家知影无？伊是政治局甲事务局的委员的迄个华丽典章啦，因为。咱以后要做行政人员，分这个委员制度，甲这个郡守的制度，州里内底的干部。那是为这个委员吹出来，中央的格言，那是为这个委员吹出来。安尼，恁大家我爱了解。即马要甲大家好一个 PowerPoint， 好一个了解一个，讲咱。郡守的考试有一、二、三、四个考试，拢录取的拢算出来啊！拢算出来，有拢有进步啊！咧有进步，因为第三次的时啊，我都甲高级班的宣布。有予大家看第三次的成绩予大家讲一下。我即马若要甲大家讲，要安怎参加这个考试？这个考试啦，拢有证书。虽然咱高级班毕业有一个证书，咱即马阁参加这个华丽这个。进所考试啊，过一张证书，这张证书就是讲，考到了后，你有资格来做郡守。这个资格就是讲，不是普通人要做郡守，无可能啦。那干那参加。训练尔，无经过华丽的这个军事的考试啦，因为较无清楚。军事是州长落啊一个小的内阁啦，你会去发挥你的专才，你的抱负，你这个军要安怎做，交代予你，所以这足重要嘞。所以咱办一个考试，我即卖要甲大家讲，希望后回考试我较济人咧，因为安怎，我第三次的因为顶期第五期的高级班的做有甲介绍，所以第四次报名较济。
落处啊较济，所以大家第一摆甲二十五期的国旗班的啊同心讲，即马讲要甲大家讲，要安怎参加这个考试的作答啦，和大家了解一下吼，家己心内有一个准备。你要安怎去做这个答案？咱有120条选择题啦，选择题啦。啊，这个选择题啊，拢有答案，所以一定是咱要写的时，一定爱为选择题先写。啊，遐三四个咧吸咧困吼，啊，请伊爬起来，咱歹势啦。我伫遮，我话70多岁啊，伫遮咧，啊，伊吸伫遐咧休息吼，啊，歹势，因为无体力吼，所以这个制度也无一定讲最好。啊，若大家体力吼，啊，就可能较袂有这个情形啦。吼，希望大家振作一下，咱过几分钟就要。结束啊！啊，这对你有帮忙，尤其是少年的拢来考，比你参加流亡政府高考靠用。啊，那是也有人，我看大家起立一下好不好？家己鼓掌一下，啊，请站起来一下，拢站起来一下。哇，要卡的啊，要卡的啊！甲叫一下，边仔甲叫一下。啊，那身体无拄好吼，去房间休困吼。啊，大家鼓掌一下。啊，那真正身体无拄好吼，拜托去啊，请坐，感谢吼。哦。真正啦，身体无拄好吼，你都去遐休困啦，吼，安尼大家较有精神，无讲有诶几下卡咧，几下迄个，我讲我也是，真正吼，迄个讲课可能大家会了解吼，是相对的，我会讲了较好，就是大家足认真，认真足听，啊，我要爱我知影拢甲大家讲。啊！我这也是我知影要甲大家讲，那要安尼甲大家讲，就是讲恁大家拢来考，以后拢有滚手他做。咱现在加起来数量啊，加起来数量啊，也未甲这个目的。咱要考150个。大家拢有机会，甲150个，可能买个课啊。所以，人有诶讲要坐火车啦，你都爱较早去买票才客运呢。你呐，客满啦，你才要来客运啊？歹势，叫不来啦。我要甲讲一个例吼，以前我伫校咧教书讲咧啊教册，迄是一班，因为我在国立学校教课嘛，啊老师是一班一个教授，一个副教授，啊一个讲师，一个助教，搁一个迄个员工啦，一班就变这5个啦。教授无死，永久副教授就变升啦。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无？照编制嘛。所以爱甲大家讲，把握这个时间来参加，拢有这个福气啦。安尼对唔对啊？恁家己爱想讲，你有这个福气，
所以我即摆要教你安怎作答，大家认真听吼，实际上有效啊！我讲了后，无都无考三十几个啊，以前我拢无讲啊，啊，因为我拢只考官啦，我咧监考啦，啊，足清楚啊，所以120条的选择题先做啦。安尼清楚无？因为安怎，你咧考的精神要较好，你就去选内底有答案的，看落。哦，这是一二三四，哦，你选三，啊，你就写落。是非题啦，选择题做了啊，再来写是非题啦。我安尼奈安尼讲，这甲高考无同款。高考的考试，我换啊做啊做啊，迄、那个考试内底的题目的审题委员呐、啊，我足清楚啊。高等考试的出题啊，袂使头前对，后壁唔对，安尼人就讲叫讲你这出这个题，哪会头前对，后壁唔对，咱。民政府的出题啊，秘书长较爱用。到底你有确实了解无？所以讲有高考拢考，大概高考对的来参加咱的证书考试，讲安怎？无两摆拢无过啦。啊，都实际上是安尼啊，是安怎？即马都秘籍啊啦，题目啊。一定头啊拢讲对，后摆啊尾啊才讲一个唔对，迄就是陷阱啦！啊，你叫伊看啦，哎对，啊你就甲写对，啊实在唔对。举一个例吼，啊，即因为我做主考官，我拢无咧诶看题，我捌一回上头第一回考试，我摕题目小看者啊。我就足清楚，必须顶下爱出这个题，就是讲简单吼。依照国际法、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吼，台湾啊是属于日本政府的。啊，对啊，唔对？安尼大家有经验啊嘛吼，精心头啊拢对哦，吼头啊拢对哦，甲尾啊，伊甲你讲政府啦，吼啊，实际上是讲日本天皇啦，吼爱讲是日本的，伊也袂甲你讲天皇啊，伊敢讲日本的，对啊，日本的啊。好，类似安尼吼，好大家清楚吼，伊拢上头啊对，啊尾啊唔对，啊是啊那上头唔对，啊你都唔对啊嘛，安尼你就会使拍唔对，啊从这条你那个拍唔对嘛，所以大家较爱用头脑的呀，提到选择做了120条做完啊。再来写这80条，安尼时间有够。你唔好讲选择写写，看一摆，安那对，佮转来佮看一摆，唔对，那日吼属于日本的，一旦头才啊是在爱日本天皇的才对，吼，好，这个观念，好，大家小清楚的，吼，安尼清楚嘛，吼。咱今仔日来发表啦，发表看阁考几个？咱啊150个到啊，咱可能咱就买个举行啊。这就是讲，我头拄啊举一个例，我伫学校内底，啊，都为啊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，啊，因迄阵少年的嘛。啊！我阁先甲教授了后，阁
出国去。我若卖走，我迄阵啊三十几岁提教授，我若卖走，阮迄下啊，大家都来排队啦。走一个教授，才补一个啊。这就是安尼啊，早期啦，即马较改变啦。即马讲安尼袂使哩啊。按算讲，即个老师应该老师都吼、哦、啊四级啊，即马佫改一个讲啊来。你咪是讲师助理教授过来啊，副教授过来教授。哦，啊，这是予大家了解一下。但是我退休的时候，啊，做个讲座教授，我讲已经顶端啊啦，教授。去哩，因个有个学校有设讲座教授，啊，我是讲座教授离开教育界，即嘛，大家啊，伫遮来咧拼咱台湾啊，未来要互子孙较好过啦，即就是啊，我个情形啊，甲大家讲，啊，互大家。来参加这个考试啊！实在，我要搁甲大家讲，我教的学生啊，迄、那个参加普通两班啊，都差不多八十外个尔。啊，有个人要报考啊普通考试，啊，差不多啊无到二十个去报考，啊，一届也未毕业。普通考试就过啊啦，十几个啦，十二个普通考试过啦。我迄阵咧做主任的时啊，学生囡仔办到请老师啦，啊，所以我要甲大家讲，一定爱把握，爱惊讲我老师，我鼓励大家来参加，这是一个机会，吼、哦。啊，我若无鼓励，啊，学生囡仔哪会知讲好啦？咱来考。啊，我本身我是摕到迄个叫做专门职业人员的考试。迄我那时啊，我足感谢我的同学啊，伊甲招啊，讲咱来参加专门职业人员考试好啊，吼。我讲好咯，啊，唔则，搁去别个学校，搁去修咱无。读个诶课程，搁读啊，搁改课，所以爱把握现在。你即摆来参加，咱应该四月初要搁考一个军校考试，爱把握。即摆就转去来看啊，《新台湾论》拢为遮考出来了。好、哦，安尼大家清楚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清楚了后，咱。要过来学习，吼、哦，咱真济诶讲师所讲过，咱过来学习一下，吼、哦、啊，互大家啊知影，吼、哦，咱过来看，啊，这大家足清楚，吼、哦、啊，今年十二月啊，你去啊拜靖国神社，现在。高级班的同学啊，咱的童心拢有这个权利，甲有这个义务，这个时间也摆会出来，欢迎来创造历史，创造历史，说安怎叫做创造历史？你阿伯啊，你甲恁孙讲，你看恁阿公，伫遮啦，伫遮啦，哦，这个就是吼，安尼就是创造历史啦，吼、哦，这爱把握啦吼，把握这个机会吼、哦，这是一年一摆，一定爱高级班授训，啊，当迄个授训过啦，叫来参加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甲大家讲一下。哦，啊，咱个
迄个车，我车车，好，好来，车较紧吼。这咱也去见过神车。利空啊，迄、那个怎？2010年利空一空年，咱12月23就去啊。这支旗啊，拢入去啦。第一摆就是啊，2010年诶时，因为美国啊。国防部送咱这两块啊纪念啦，这两块伫召会的时啦，啊，2009年啊，咱啊伫啊，大家看起来伫这个郑秋平这边吼，这有关机关送咱这两块啦，伊甲咱讲啥？伊甲你讲，哎啊，恁台湾是这个国的管啊，哎。啊！日本的土地是带伫遮个啊，啊无甲咱讲讲啊，你提予恁秘书长，伊就知。啊，秘书长看一个讲，咱爱来日本去拜天皇，啊，就是立空啊，就是一空年就去啊。第一拜，咱伊这要入要遐吼，有迄个叫做管制呢，第一关去到遐。停的啦，讲袂使就袂使，恁举迄款旗啊拢袂使。咱迄阵啊举这旗啊，讲这支旗啊袂使，这支都唔是阮这支啊，恁啊会使举去，袂使举去，叫咱收收起來。啊，到尾啊，咱甲讲咱是台湾啊，民政府呢，啊无你甲迄个皇宫内底去联络看卖。因去联络了啊，讲啦，会使举这支，会使举啦。安尼大家有欢喜无？第二年，咱国也去即支，即卖因安怎派一个先头部队因来跟战哦？派伊个亚白啊，因为第二年哦，啊应该予大家看，因个叫做啊，迄个跟战加一支白啊，叫先头部队，咱第二年。国家这支那个入去，第三年啊，因为有这个叫做4月25这个事件了后啊，甲咱讲，要互恁措手不及，你甲咱讲，哎，就措，啥物叫做措手不及？是毋是这支旗啊？无爱予咱掠入去，就是咱秘书长在讲，咱阁生要做啥？七个不孝子啊，七个单位的不孝子在甲咱讲，嘿，恁这个旗啊举袂起，要反攻啊！第三年，咱啊在紧张咧。啊，迄阵啊，我带队要去，阁做一个决策，这。是正确的嘛，所以咱也阁压入去。第三年也阁入去啦。你看，日本天皇现在已经啊100%确认三年拢通行无阻，所以这支旗啊，日本啊皇宫是没有禁止的，其他的旗也袂杀了。好、哦、啊，甲大家讲好清楚。啊，你也要创造历史，准备今年过来日本。好、哦，这就是甲大家讲吼，啊，予大家知影。啊，拢会得利袂啦。好、哦、啊，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。这我就是讲，我那家第一日本精英诶。青年来家受信，啊！我当讲师的时，我拢用问的啦，拢这个叫做 PowerPoint 给因看，啊，再来问，问讲因的看法安怎？啊，
啊，那把支旗啊，袂得压入去。啊，咱这支旗啊，得压入去。啊，互因有一个想法。这就证明啥？咱确实是日本啊，天皇要有这个台湾的所有权。嗯，啊无，介无伫台，啊，这支旗啊，要互你压入去。咱安尼想就知影，三年呢，唔是一拜年呢。好，过来，咱这准备PowerPoint要甲大家讲，因为这有当时也有看到，有当时也无看到，所以因为我那这要互大家看，这就是2009年12月15日的时，伊去美国访问。了后经过日本，伊讲要来见天皇。去到日本啊，因有外交部嘛，因跟外务省沟通啦。外务省讲，你要见阮天皇，半年前都要安排啊啦。那个咱去西藏啊，印度。迄、那个叫啥？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达兰萨拉，讲要见啊达赖喇嘛。一个去跟咱讲，嘿，啊恁半年前无安排，哪有可能？但是都爱有管道啦。所以啊，伊迄阵啊是副啊书记、总书记吼，唔是总书记，副的诶。总书记啦，吼、哦，副书记啦，啊，伊拜托美国，咱才会知，啊，无咱哪会知？甲美国讲，伊要见天皇，叫美国该安排一下，啊，有影，甲安排去见伊啊。去见的是安怎？伊甲日本天皇讲，阮中国现在经济较好过啊啦，经济较好过啊。我要来甲你买台湾啦！啊，天皇安怎讲？天皇讲，歹势哦，阮祖先甲即马都无咧卖物件呀！啊，所以讲讲诶，怎再见啊？啊，都啊一二十分都砍掉啊，无啊，都搁讲落去啊嘛。这个问题大家想看卖咧，这个问题大家思考看卖。实际上，依照国际法、宪政法，台湾甲日本是不可分割的领土。是安怎讲？我要证明一个例。李登辉总统做几年？13年。伊讲要会审啦，会审的并台湾啊呢，啊都独立去啊呢。美国讲袂杀你，咱迄阵啊咧莫名其妙啊，哪会袂杀你？这是咱家己咧管理的。美国讲甲你讲袂杀你啊，啊到尾才动审。有啊无啊？这大家清楚嘛？过来，阿扁啊，连续做几年？8年。上尾啊，讲伊要参加联合国，用台湾共和国去参加。啊，佫讲要来台湾这个土地的人民来。决定台湾的代志要公投，美国安怎讲？讲你是麻烦制造者啦，有安尼啊无？咱听到咱，嘿，这个美国是民主国家，啊哪会咧讲安尼？啊，咱都唔知影，迄阵啊也无接触国际法，啊甲无接触战争法。啊！甲旧金山和平约，咱拢戆煞煞，拢唔知啊。
人美国安尼甲咱讲啊，这就证明啥？美国讲台湾啊，毋是恁的，啊，恁就讲要去参加，你要一个主权，要去伫联合国，会成立一个国家，有爱四个条件，毋知大家知影无？第一是啥？爱有土地嘛，啊，土地你就爱证明讲土地是恁的嘛。第二爱有啥？人民啊，土地阁毋是阁日本天皇的，人民阁啥物？诶，大家摕拢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啊，身份证大家摕来看卖咧，恁是啥物？啊，中华民国的啊，啊，中华民国。啊，这早就死啊！伫联合国早就死去啊！当啊，你中华民国国民，你也毋是啊，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啊。所以美国甲咱讲，恁大家啊，赶紧办台湾啊政府身份证。大家有办无？有办的人，拢是革命先行者。啊，咱的政策必须听安怎讲？有班的人以后要安怎？大家唔知知无？唔知哦，再讲题看卖好不好？吼、哦，就吼、哦，这爱甲大家讲，因为你是革命先行者，所以。咱有这个政策，今仔日我伫迄个政策啊，一个委员甲事务局个委员讲，秘书长所开出来支票，你那是迄恁就是以后拢是掌权者，吼、哦，有这个责任，甲有这个义务。爱去达成咱秘书长交代的政策，你若无去做，换人啦。所以，这也要甲大家讲，恁遐的好朋友，恁遐的亲戚五十，甲你相关的，拢叫伊去提提的。以后恁是革命先行者，咱有将来伫咧。现在李王政府他们怎样？他们照真照顾他们那些农民啊，农民定一个特别条例啊，看病都免钱啊，大哥啊，给你们啊，电钱啊，都免钱，还有打折啊，这都是啊，因为他们在执政嘛，我们没法度他嘛，我们后来如果执政咱遮的人拢是革命先行者，有这张的人，你提出来，你讲革命先行者，你提来看卖啊！啊，大家拢有这张啊！啊，所以这也要甲大家讲，你即马赶紧去甲恁的亲戚五十赶紧办办的，去各州吼、哦，啊办办以后有好处吼。哦啊，过来！那办这张，咱要来公投，唔才会杀你。因为咱啊，台湾公民权利法案讲啊足清楚，咱本土台湾人就是 PW， 啊，那是流亡政府来第二代、第三代在这边的啊。迄、那个他是啊 ，CN 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因就是啊，流亡政府啊来这边的人，他并以后不能做台湾表决啦，啊，拜台湾要公投，只有摕到啊公民 TW 诶公民。这张才有法度去表达你的意见，啊无，因是
来遮会得取得支流，咱也欢迎因按照台湾啊公民权利法案来支流了后，再来申请公民，他对本土啊有没有效忠？他是不是要爱护台湾？啊，如果有爱护台湾，经过啊拘留到几年以后来申请变为啊公民，咱去外国也是安尼啊。哦，咱有诶走去美国去，哪有法度去到随摕到啊美国的公民？无可能嘛，拢也是用拘留哦拘留证啊，然后几年了后才取得公民。咱也是照安尼办。有的人讲，啊，恁是不是政党？大家想看卖，政党敢在办身份证？政党敢会讲有定一个啊公民权利法案？哦，是啊，咱在想，哦，咱是啊足巧的呢。我在想讲，哦，咱足巧。实际上，美国甲咱改，无咱无遐敖。美国若甲你讲，恁去办这个身份证，伊来做，啊，出去办呢，咱有影片给大家看，摕一张去国务院刷咧，到去咩？这个影片有看到的，举手一下好不？好。有诶，我无看到呢。来，放一块啊，拜托，放一块啊，这个现身说法，好，大家搁看一下哈。好，来，拜托，吼，咱迄个有啥身份证吼？咱诶，李定、秘书长，所有大家诶兄弟姊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。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，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。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，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同心说，亚夫过来过来，我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，我们7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，好 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。这不是高沙祖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，必须定灰灰熊干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，二变成五，难怪我们高沙就说1234也不知道1+1=2，所以真的搞混了，这个流亡政府混到。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，多谢各位。安尼，大家足清楚。即个有要阁补充的无？大家足清楚啊，因为这是美国制造，美国制造的。好、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外口即马哪咧发生这呢？你若叫你去领，伊讲阮这500块尔，你莫去领1000块，阮这300块，还有100块的。
你甲讲，恁有晶片无？你爱甲问，有晶片无？拢无啦。这就是美国制造的，吼、哦、啊，就是要甲大家讲，转去啊，拜托叫甲大家来领，拢是革命先行者。后来，后来，这个，后要要搁讲这个，嗯，这袂转去啊。哎，回去，啊，我要回去吼，要回去，哎，这边，好，这个吼，我有个人较少看到啦，我要给大家知啊，啊，因以前拢有这个啥，啊，中日韩高峰会议啦，当年拢有啦，啊，即马较无啊，有诶。讲啊，讲未讲未好势，无啊！迄阵啊，因咧高峰会议的时啦，即个安怎讲？因迄阵啊，首相野田，伊个安怎讲？伊讲钓鱼台啊，是他们的固有领土啦。什么叫做固有领土？就是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叫做固有领土。啊，中国安怎讲？唔敢讲，以前中国的温家宝，即即摆温家宝以前啊，咱咧讲啊，以前的总理啊，好手提拳头无，强调讲台湾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啦。哦，咱李登辉咧选啊总统大选的时候，他们说不可分割，咧甲咱吓。啊，实际上即摆因高高层拢知影。因即马唔敢讲啊，啊讲会厌气啊！因个领导人大家拢唔知影这个国际法，啊，甲这个叫做战争法，厌气啊！哪敢咱流氓政府，你甲咱骗啦！4月1号是啥？讲愚人节啦！啊，4月1号实际上是啥物？大家知影无？日本伫台湾实施宪法，就是啊，咱的行宪纪念日是4月，因为因的会计年度是4月1号开始，啊，所以人实施啊，迄、那个宪政民主宪法的时，要啊台湾选出3个参议员，5个众议员去东京开会。啊，这拢一步一步来啊！啊，咱啊，建士诶，甲你刻伫带靖国神社啊！你是日本诶公民啊，为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建士诶遐个人，甲你刻伫带日本靖国神社啊！安尼毋是足正确诶，啊，这都是种正确，有诶毋是啊？流氓政府何必跟你讲啊？讲啊，4月7日拢骗的啦。所以，还佫讲啊，迄、那个叫做10月25啊，是啥？光复节啦。啊，这都因遐是插旗啊，吼。咱插旗啊，咱插旗啊，迄种面顶拢插美国旗。啊，讲，讲叫做啊，回归祖国啦，啊这。大家拢应该足清楚的，吼、哦。咱时间上，这个有诶较无看到，或者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比较看卖，这是啥物？这也毋是我特别做诶啦。这支甲这支有共款无？无共款啦。伊甲美国讲，伊若要做民政府啦。因阿爸要用这支啦，安尼敢袂杀你？绝对袂杀你嘛！咱是原告呢，法院的判决内底第5点，公爱安怎？公爱行政单位要协助原告依法行政，叫咱去啊设一个啊华盛顿 DC 设一个办公室。
啊，无咱哪有遐敖？去啊设一个办公室。现在华盛顿 DC 的办公室，噶只嘛要存在。啊，这都足正确个啊！恁大家来参加，啊，那是正确个啦。好、哦、啊，大家我足清楚，我只嘛是咱上尾啊，啊，佮予大家学，安尼来讲，头人佮写一个，啊，我提一寡予大家看。好、哦、啊，这因为时间上啊，咱唔爱佮说明啊，吼，啊，这拢唔爱佮说明啊，啊，咱只嘛吼。这个问题吼、哦，干脆放一个平潭岛吼、哦，诶消息诶影片，好大家知影这里。后来，咱要拜托啊，咱的同心办。航运有新的航线，从福建平潭岛直接开往台北港的全新客轮，今天上午举行试航，预计在明年初就能够正式通航了。到时候从台北搭船到福州的时间将能够缩短到五个小时以内。在满天彩带跟热闹的鼓声中，航行于台中平潭之间的海峡号客轮庆祝通航满周年。这位福建台商成为幸运儿，海峡号的第十万名旅客。不过在平潭码头的另一边，这艘丽娜轮才是今天的主角，因为随后他将要第一次直接开往台北港。元旦前后啊，这是我们盼望的，希望能够这个时间来开通。我们预计可能会突破34万人次。尺寸比姐妹船海峡号大上一截，全新的丽娜轮不但载客量高达800人，还可以同时运送335辆小汽车。根据业者计算，以这艘船36海里的时速，从台北开到平潭只需要3个小时，再转陆路运输，总计5个小时，就可以从台北抵达福建省会福州。越来越便捷的交通，更渴望加强两岸企业对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关注。TVBS 新闻李宏、庄志伟。福建采访报道，安尼有清楚无？这都美国拢安排好啊！美国要做代志，唔是轻轻彩彩，伊我拢照规定咧做。那无爱带台湾，无爱领这张身份证人以后啊，你就去带到平潭岛啦。平潭岛是比台北较大3倍。哦，我一个同事，伊办一个画展，伫啊，迄、那个讲叫做台北市长的迄个叫做啊宾馆咧办画展，邀请我去，我去，我甲讲啊，你知影平潭岛？伊讲伊知啊，伊一个亲戚伫平潭岛做真大个官，伊来参加这个开行，伊讲但是遐风真大啊，我甲讲。安尼，你就赶紧去办这张身份证啦。你若歹去带遐，就来办这张身份证啦。我安尼甲讲啦，所以回去若爱甲咱的乡亲讲，这拢事实。咱唔知影尔。啊，前两礼拜，迄个要做啥？报纸出来，讲金门还要搁迄个撤军呐，伊迄个人数又减少了。咱今晚还要给金门撤军的消息，吼、哦，两个小岛撤军的消息的影片，搁给大家看这里，来拜托。今天军事话题，媒体报道，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。针对有“前线中前线”之称的金门大胆岛、日胆岛等群岛，为了要发展观光，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。对此，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，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，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反共抗战中有“前线中的前线”之称的金门大胆岛、日胆岛等群岛，传出将在3年内撤军拼观光。对此，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。撤军，基本上来讲，我想现阶段它不成熟。我们开放的，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，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，而不是把军队撤掉。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，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？从大二胆撤军，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。
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。立委说，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，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，但大胆岛、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。小岛的价值啊，其实不是在军事上，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。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，他们晚上都不好睡，啊，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，会直接上岛，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。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。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。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。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，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文模陈真，台湾台北报道。好，安尼好，咱今日就到这结束，啊，感谢大家。各位同心，今麦下课啊，请个请把椅子靠上，不用不用说到桌子上没关系，请把椅子靠上就好。请各位同心记得把椅子靠上，谢谢。